决定啊，两个在下面，两个还要继续往上。今天水不会很冷。哇，这边有大片崩塌的。哇，好漂亮哦，这池。哇，可能还要爬哦。哇，好滑。哎呀，哇哇，这天整个崩下来了。哎呦，哦，可能还在爬，再爬，爬上来之后啊，有点过不去。这里钻不过去，现在要绕到崩壁上面了。哇，要绕那么高，不过因为上面那一段看起来又更漂亮，所以一定要上去。这个大石头都是滚下来的啊，红山上滚下来的，这么大颗。爬过崩塌那里啊，哦，那里超难爬，你看那个石头尖角，又松散又尖角。到这里可能不好过了，还有个小瀑布。这种点的话，感觉是不错啦。看样子应该还可以再继续上去走看看，继续往上走了。哦，走好远了，上面那个转角应该就是深潭了，我猜的没错的话应该就衔接上次 2.7 那里了，应该就在这附近了吧，在这附近开始掉。山路和溯溪加起来应该快两个小时，现在应该9点多了，7点多开始走，不过都值得啊，真的超漂亮的，真的没有人来啊，你看他还要再继续上去，上面可能可以接到我们上次那里，啊，我自己在这边钓，这种来这种深山啊，像我纠团这样，你们来哈，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啊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事，每个人都专心钓鱼，没有人会照顾你啊。所以说啊，不要以为说纠团，然后别人就会照顾你的安全，这是不可能的事啊。大家都分散了，像他又继续上去，然后下面那两个离我还要溯溪20分钟才遇到那两个，离那么远，谁会帮助谁啊？我在这边自己一个人。